，IS7 事件是信先生负责的最后一件案子，干嘛？他是负责完那个就 GG 了。冰糖先生所做的冰糕点全部都融化了。对啊，那个时候就说全部都融化，那谁知道长什么样子啊？啊，又换18年前是不是？你还年轻呢，以后再好好努力就行了。跟那个看起来差好多哦，这个时候才16岁。 Way the King， 午安，你好啊。造型也不太好看。哦，原来是爸爸，我以为是拿来，哦，嗯，还有照片哦，难怪还能够重现呢，很精彩的作品。我只注意到下面插了好多插头。有奸情，
今天的发型还算有自信，大哥，你戴的帽子啊，大叔。哎，怎么没有 CG 图啊？图片呢？拍立得相机的资料被记录在搜查手册当中，有可疑的身世，就有嫌疑。不要啊，人家也许很可怜啊，虽然我现在也觉得他有鬼啊。这款游戏都是这样子，真正犯人往往都出乎你预料之外啊。其实犯人是黑熊，关我屁事啊！我只在坐在电脑屏幕前面按滑鼠的仔仔啊，也不看到滑鼠在动，还会转哦，还会走八字形哦。不就审问到最后一个的人就是犯人吗？你这样讲也是啦，可是那个是审问到后面的时候啊。靠，这么大的冰箱用这么细的线，而且还用延长线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而且还少了一台这个机器啊，跑到哪里去了？
竖琴的部分很难吃。咸，他是说很咸的东西吗？哦哦，哎，惊啊！开始流汗喽。就是冰糖啊！控零六一三一，拜拜啦，路上小心啊！雕刻家，雕刻家，雕刻家。哎呦，突然不冒汗嘞，马上就认了。干，你一定是蓄意杀了他，还在骗人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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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真好，果然上班开黑熊台，客人就一直来，还在骗。
不小心的是吧？好像很不小心齁。要出来了，派狼出来了，不是警察一直来靠呀。所以你是怎样？你们的柜台有电脑可以用是不是啊？我突然觉得蛮好奇的，还是你有带笔电去上班呢？哦，好恶爆哦，这样根本就可以操弄情报嘛，这很贱呢。哦，又是待续了，有这么快吗？为什么他会在里？干，头发都白了。啊，眼前完全已经整个都放空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巧克力。
哎呦，人真好，马腾刑警好帅。哦，马上恢复了，也太快啦！没错，他就是 Holic。冰糖很出名的一点就是对金钱相当的执着，雕刻一尊雕像有时候要数千万，干，这么有钱的人还会被金钱所困哦，太扯了吧。张富，早安。刑警招牌动作，好想拔枪。剑先生和冰糖先生的糕点味道几乎一样，很咸吗？
干一个糕点师傅很轻易的承认了自己有味觉障碍、欸，重点是还有特效药、欸，太神了吧！话说风间怎么都没有出来？风间是谁啊？开阿斯拉的，不对啦，这是不同的人啦。我还你一个清白嘞，告白啦，枕头都白啦。欸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除了订阅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Twitch 注册一个账号，到我的实况频道点选追随，来参与我的现场直播哦。